再有公众人物违反防疫指南，这回是马来摇滚歌手纳杜阿威。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阿威和一群宾客在酒店群聚高歌，不但没有佩戴口罩，也没有维持肢体距离。马六甲警方将传召阿威等人问话驻查。马六甲刑事罪案调查组主任穆罕默苏克里今天发文告说，警方昨晚接到一宗投报，指网络视频显示阿威一众人近来在汉都亚路一家酒店举办的人道主义活动上违反了复原期行管令，因此警方将援引1988年传染病防范及控制法令第21A 以及2021年传染病防范及控制复原行动管制条规第18条文传召阿威及活动主办方问话。穆罕默苏克里也呼吁知情人士或涉及者主动协助调查。